男生如果想娶，那就大胆的说我要娶你。不同意，你过不下去，你就离开。女生如果觉得这个情感你 hold 不住，就放手吧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 其实我管你呢，也是为了你好。我就是看你平时有事上班挺辛苦的，晚上回来我都会切点姜片啊，给你泡泡脚。然后你这个腰间盘不太好，我也从网上搜啊各种护腰的腰带。天冷了就赶快给你买这些暖宝宝什么的。可能我平时说话的语气，包括对待你的态度，可能让你接受不了了。我以后。 会多多注意的，其实我还是心里特别的愿意和你在一起。我也是让你是为了我好，但是有时我希望你吧，以后，注意点，别像之前那管的这么多，让我也自己独立一下。谢谢两位啊，我们一起来打开爱的记忆箱，请开箱。 您这干嘛弄一盒饺子呀？我们俩最初相识的第一年的除夕，我去他家的时候发现，就他一个人黑漆漆的一间屋子，坐在那里特别的凄凉。我给他送的是饺子，当时我就自己心里想了，我以后要对他好一辈子。嗯，那是什么呀？那是女儿给他的信。 方便我们看吗？可以。啊，要不然您念念吧。行。妈妈，有一些话我一直都想对你说。其实我真的不喜欢你咄咄逼人的样子，好像在你眼里我和爸爸做什么事儿都是错的，每天听你说没完没了的唠叨和数落，真的好累。虽然我知道他不是我的亲生爸爸，但是从我记事开始，他就一直在我身边，没有让我感觉到失去了父爱。 我觉得爸爸对我很好，真的不想你总说他，也别再让他不要管我了。我希望你们俩能不再吵架，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的生活。爱你的露露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所以女儿这封信揭示了一些真相，妈妈说的是你没有资格管孩子。其实，在女儿的心目当中。 谁有资格，谁没资格，高低立现。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 以后我就要我自己独立点儿，你就少管了。